先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老弟手 Dino 啊，今日嚟到呢度九龙城咧，就嚟灵探嘅。因为上次咧，我应承咗 A P 啲观众啊，咁咧就谂住同一齐直播，但系由于咧，因为我工作上嘅关系啦，咁啊迟咗收工啦，所以就去唔到啦。咁咧今次咧就补翻数啦，就我一个人单拖咧就上去灵探嘅。咁咧虽然咧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 YouTuber 嘅灵异团队啦，都上过去噶啦。咁咧同埋恐怖在线有师傅啊，都证实咗上面咧系非常之猛啊。咁咧今日咧点解我哋会再去呢？就系因为我上网咧发现到，原来人点样可以容易接触灵体呢？其实当你个人好攰熟睡嘅时候咧，人嘅意志力系最薄弱嘅，所以我咧就谂住一个人咧搵一个地方咧就瞓一晚。我已经准备咗瑜伽席一张，咁咧希望搵到一个好嘅地方啦，咁咧就过一晚夜。咁咧事不宜迟啦，依家系啦，我平复一下心情之后咧，就开始进入今日嘅灵探之旅。好，呢度咧其实就系四楼啦。咁呢度咧，隔篱呢个单位咧就应该系 A P 入过嚟噶啦。咁咧就系、是、一个有斜头上嘅一个单位啦。而呢一边咧，里面有个钢琴嘅。今日咧嚟呢度其中嘅目的咧，就希望可以去到钢琴嘅位置。咁因为呢度开唔到门，我试下行去正门嗰边咧，睇下可唔可以开到呢对门。大家睇下呢个天台就知道咧，下面每个单位有几大。行去对面呢个位咧，就系正门嗰条楼梯，比较阔落少少。好，诶，哦，可能真系锁咗。古怪的神台啦，咁咧同埋咧，有车头上的一家单位嚟嘅，咁我而家继续行咗先。又行翻嚟呢度啦，又回到最初嘅起点啦，系啦，就系头先喺天台行咗过去，谂住可以开到呢个单位嘅门，但系因为依家开唔到啊，其实上面有个钢琴嘅，咁我就好想入到去啦，咁但系都入唔到啊，咁咧依家继续向下面行啦，就揾一个单位咧过夜。呢度咧好多个单位咧，都同我上网睇一啲较早前嘅片咧，已经唔同咗啦。因为好多门都唔知点解会锁咗啦，系啦，咁可能俾人破坏得太厉害，所以锁咗都未定。咁咧，依家目前咧入得去嘅单位咧，得两个单位，系啦。咁睇 A P 直播都见过噶啦。咁咧，其中一个单位就喺呢一度啊，就系 Maggie 师傅话呢个单位有相当之多嘅灵体喺里面，闩翻啲门先，因为今晚夜都过夜。以前年代嘅人，
真係好多啲三級嘅書本啊！呢、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单位的正门口位、啊、哦，开到的，但是外面已经封住了，正间都要由后门走。咁呢个虽然是一楼的单位、啊、但是我看到个地板啊，所有嘢咧其实都比较干净。好，咁啊，而家开始 set up 一啲装备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啱啱咧就 set up 完今日喺度过夜嘅工具啦，咁咧就有地席一张啦，有 van pot 啦，我有带到香啦、寻龙尺啦，嗰度特登 set up 咗个钟啦，咁咧而嗰边咧亦都有个 cam 嘅，咁呢边咧都有另一个 cam， 咁同埋一支补光灯，而传闻中咧呢张最灵异、最诡异嘅摇摇灯咧就喺我面前，系啦。咁目前嚟讲咧，因为呢度比较焗啦，系冇任何嘅风嘅，所以佢咧系冇喐到嘅。我入咗嚟差唔多半粒钟啦，咁啊暂时都未有任何嘅感觉嘅。除咗问寻龙车啲问题之外咧，咁咧我咧摆埋部 van pod 喺隔篱嘅。如果今晚瞓醒嘅时候咧有咩异样嘅话咧，咁 van pod 都可以有个反应啊，或者有个显示俾观众睇到，系啊，因为唔系个个人都系高龄人士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事不宜迟，开始用寻龙尺问问题。好啊，未问问题已经响喎。继续问问题，一个人灵探同两个人灵探系差好远，个心压力系大好多好多。今次系人生第一次一个人灵探，系啦，好，唔好谂咁多，即刻问问题。好，陈梦车，陈梦车，我想问呢一层呢一度附近有冇灵体？如果有嘅，请打交叉；冇嘅，请打开。Okay. 我想问呢度嘅灵体需唔需要点香？如果需要我点香嘅话咧，咁我就咁寻龙尺就打开。咁如果唔需要点香嘅，咁咧可以继续打交叉。Oh my god！ 好，咁啊， okay. 虽然呢度系啲焗啊，但系我而家喺机皮，有啲毛管冻啊。好，咁我而家即刻点香先。点咗香先，点咗香先。OK， 而家即刻。哇！哇！突然间闻到阵好臭嘅味喎。哇，好驚喎！我睇下即刻點香。OK， 而家點咗香。哇，哥哥，哇！即刻先。OK， 擺喺度。依家點咗香，跟住咧，其實冇咩可以做噶啦。咁咧，就試下用火柴人 app 去影下呢度有冇火柴人。暫時係未見到火柴人嘅。咦？哇，未有个人坐喎。
哇哇哇哇，系咪啊？哇，冇运动啊！喂，冇咗，有个人喺 shit。睇睇，哇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呢度前面应该有个灵体，试下用99多个 filter 先。哇！喺前面睇唔到添。哇 ！shit！ 见唔见到啊，大家？在这个位置啊，真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我的鸡皮起晒鸡皮。好，那么现在呢就 OK， 我知道这里是有灵体的。那呢，但是我在这里借锁匙的瞓一晚，是的，如果打搞晒的不好意思，我是会，如果你需要的话呢，可以再烧多啲香俾你哋嘅，打交晒大家，打交晒，打交晒。哇！我啱啱谂住瞓觉，咁未瞓落去就已经又再不停响。咁依家系其实凌晨2点钟，我谂住喺度瞓到地朝天光，大概5、6点左右咧就会离开噶啦。打交晒真系唔好意思。好，咁而家即刻瞓觉。唉。其实呢，时间真的觉得漫长，只是过了15分钟，这香呢刚刚已经烧完了，跟着呢 VanPod 即刻又无啦啦突然间响，我现在打算呢再点多一次香啦，跟着就睡觉啦，是啦。Okay， 那现在就点了9支香，咁啊，希望就系啦，呢度嘅朋友们咧就可以好好享受咯。咁我就继续瞓觉。
啱啱咧就依家已經3点啊，咁啊期間 van pop 都有響啦，咁我就中途都合著咗一陣嘅，但突然間又俾 van pop 嘈一嘈啦，咁又醒翻，咁啊期間都聽到啲怪聲嘅，但系我唔知道啲怪聲咧啲聲音來源喺邊度就真係唔清楚，不過期間咧我瞓緊期間我聽到有腳步聲。咁依家咧，我就食咗部 van pop 先，因为成晚太嘈啦，系啦，嘈咗我瞓觉，咁啊，系啦，咁啊食咗佢先啦。咁啊，如果有咩特别事啊，我再同大家交代。咁啊，依家就继续瞓觉。The next day， 好啦，啱啱咧就瞓醒咗啦。咁其实咧，依家咧已经系5点半啦，系啦。咁咧，其实个天咧已经开始光噶啦。咁其实我5点零嘅时候已经开始醒醒地噶啦，因为呢度好多嗰啲雀仔咧已经喺度叫啊，叽叽呱呱咁样咧，所以就自然醒咗。经过一晚嘅经历之后咧，其实心情就当然是害怕啦，第一次一个人去灵探，第一次在一个猛鬼陌生的地方睡觉，那么是有少少心理上是有少少紧张，但是好彩呢昨晚就真的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，是除了听到一些怪声，那些什么怪声呢，我听到啪一声那些，但是我回想不到其实这一下声音是来自哪里，因为其实下面呢其实已经是马路来的了，很近街啦，比较应声啦，因为这里是始终是旧的唐楼啦。还有为什么昨晚会突然间熄了个 van pop 呢，其中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吵了我睡觉啦，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太吵了，跟着呢我听到的声音呢跟个 van pop 撞了，我听不清楚，所以我就熄了它。仲有一個原因嘅，就係因為咧，琴晚我聽到有腳步聲。咁啊，腳步聲喺邊度嚟咧？就係喺個樓梯度嚟嘅。個樓梯喺邊度咧？就係呢埲牆後面。咁咧，呢埲牆後面咧，其實就係正門嘅樓梯嚟嘅，係啦。咁我聽到腳步聲就係其實呢埲牆後面有腳步聲，所以我就選擇熄咗個 van pop。我怕係咪騷擾到其他人，跟住或者係我怕會唔會係？隔離棟大廈見到呢棟大廈其實荒廢咗，點解有光嘅？點解咁嘈嘅？跟住我怕係，即係我怕惹人注意啦，咁我就熄咗個 van pop 佢。其實琴晚我就冇咩特別事，冇俾鬼襲。不過琴晚去到3-4点咧，我係腳瞓醒嘅時候痹咗，我唔知點解會痹咗啦，可能我著住鞋瞓覺啦，或者係我個睡姿唔正確啦，咁我腳痹咗咯。好，咁咧。而家時候都唔早，係啊，咁咧我就今日嘅體驗咧就已經完畢噶啦，就打完曬呢度嘅靈體啦，咁咧就依家咧差唔多就要離開。如果大家仲有咩其他特別嘅地方咧，想我去露宿一次嘅話咧，下面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嘅。如果中意睇呢條片嘅，記得訂閱我 channel， 我係龍皮手電腦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